那你叫啥爸爸？你看。哇哦！哈七点三十六分。啊，山口好久没说，在家里边睡到七点了，等会儿。驾骑大马。爸爸还没起床。丢丢。我又吓死了。你哎呦，你害怕什么？有了啊，快亲亲爸爸就起床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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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骑电羊。爸爸起床啦。爸爸起床了。耶！哎呀！你这个爸，这疼死你！疼死你！你这个爸爸管着每次都是这样事的，你就说你讨厌你，你疼死你了！啊，我看看撞哪了？你撞眼撞上，你快走！这山口这上了火，你看给你这碰了呢，给你碰了一道杆呢，你看这个地方撞在那个床头柜上去了，碰出青来了，把皮儿碰破了。你真是上老虎，你就说你就不喜欢他，你就说行了，好，不要紧就好了。爸爸一不小心，爸爸就想抱抱你，一不小心。哎呀，把那个冰放在上面凉飕凉飕，哎，对，不疼，别用手去摸，就弄这个冰放着凉飕凉飕就行。妈妈现在好，妈妈给放，轻轻的放着，不疼。你看，对，就这轻轻放一放。妈妈，爸爸给你，爸爸给你弄的呀，不要紧，等着那个什么，那个就好了。爸爸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爸爸想抱抱你，一不小心撞上去了。这样是吧？妈妈想了，让爸爸给你一个奖励，行不行？奖励什么？奖励个玩具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。好，哎呀，这个山口吧，真的是，你说我这个他和我闺女的关系吧，我一直在调解啊。这老伙计就是他，从来都不用脑去反省这个关系怎么去维持啊。比如说，哎呀，每天回来之后和他闺女俩怎么玩啊，怎么相处啊，他不想。你就或者是说，你说你下班的时候，你去经过哪个便利店，你稍微买一个小东西，你说回来给孩子收买一下啊，孩子也很开心。他就是不怎么跟我闺女相处，对于看孩子抱孩子，他也没有什么经验，就是没干过这个事情，他没有数，心里面没有说，没有经验，每次都是两个的关系。哎呀，一说个话就是嗷嗷的。哎呦，慢点，别弄断了呀，轻轻的呀。哎呀，爸爸一个，妈妈一个，得有大。好，给我，谢谢。就边上弄的就行了。行了。好，快点放进去，轻轻放啊，不用断了。哎，好，行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说了吗？ありがとう。这是我闺女昨天去弄的年糕就是弄的糯米，蒸熟了之后，又把它，用那个锤子，木头锤子打成这个样子了哈，就弄出一小块一小块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红豆加点水，再把那个年糕弄进去，做了一个稀不溜溜汤，又像稀饭又像汤，就是红豆煮年糕，就这么感觉。我把它剁一剁吧，吃了放点，不吃就长毛，浪费了。那这是纸壳，在家里边都能卖钱，在我们这儿都没有地方扔，拿去地里边烧了它。哎呦，又上去了，慢点点哈。再别碰着哈，再别受伤了啊！注意安全哈。好。你要长提高啊！你山口和他前妻还是挺有感情的哈。前两天晚上叫我的名字叫阿开咪，啊，不叫塔马酱，叫阿开咪。我他去阿开咪，啊。哎，那叫提高啊！大晚上的你，叫我阿开咪。阿开咪，那要牛嘴。哎呦。那得我他是你阿开咪的用的路呢啊，阿开咪想到，哎呀，阿他妈的那看你阿开咪好路有呢。哎呀，你这是他跟他前妻肯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挺有感情的，因为是初，不能说是初恋吧，真的十八九岁在一起，哈子可以，阿开咪到。哎呀，
不拉稀，说我烦死了。哎，哦，厉害着，好，靠边，爸爸车来了，走，慢慢慢慢啊。天哪！嗯。现在10:38了，这那糖还没来，再不来的话，我们也不等他了。再不来，我也不等他了，我也得走了，一起去地里边。哎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干呢。哎，又把鞋脱下来了，你这个家伙，来快穿鞋，你下来走，你下不下来？下来，赶快穿鞋。一天到晚就，哎呀，一天到晚都把鞋脱下来。嗯，哎，那我头顶着，怎么这下可聪明了哈？小的时候不会弄，这会儿想，哇耶好，然后呢？有没有剩下的钱？不用把剩下的钱拿住吗？哎呀哎呀，来，剩下钱给妈妈。嗯，140日元。哎呀妈呀，下雨了，你说怎么下这么大？哎呦，拿橘子，哎呦，你从哪拿的？我看看。啊，就他家这个橘子好吃。哎，我们拿个筐啊。嗯，下雨了。哎呀，还、哎、大葱。大葱。好。嗯，还有这个钱啊，钱呢啊，好，这钱给阿姨啊。等着，不能放那儿，交到阿姨手里边。过年的时候哈、啊，在门口，他是在墓地里边放这玩意儿，好像是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每年都是这么说，树叶子哈。嗯，这个肯定是墓地的，墓地要放这个东西哈、啊，十来块钱这么一束子。哎呀，又超瞪眼睛，什么都得自己干，加油，好。好，上车吧。哇哇，快上吧。嗯，看我们来这是花。嗯。啊，看看这地。你说嗨。爸爸叫你，你怎么不答应呢？你说嗨。东古里。誰したの是有点誰したの爸爸。哦，都睡倒了。嗯，好，和爸爸一起啊，走。哇，好久没来地里边了。那羊毛估计上给他去不理要摊包呢。啊，这真的这都多长时间，这一两个月都没怎么上地里边干活。你看阿路淘汰哦。淘汰卡拉啊那个。来，爸爸过来弄橘子，你过不过去，让爸爸抱过去。啊、耶。哦，可能没看好一些他们呢。快拿着。スパイの。スパイない。あれがちょっと幅一緒にね。あ、爸爸妈妈のところにやるじゃん、いいじゃない？幅、うん。幅一緒に。那叫一口。多啊。ね、这个给爷爷奶奶哈。这得拿回家给爷爷奶奶。啊。差一点小五花果呢。哎呀。都干干。没长熟都被冻干干了。又咋的了？嗯，不害怕，你把住这里，把住这里就行，把住这里。哎，和爸爸一起把住啊！哎呀，姨呢？我给你照个相。耶！耶！来啦！哎呀哎呀哎呀！爸爸那个拖拉机冒烟了哈，有股味儿是不是？你看，哎呀我的妈！哎呀我的妈呀！爸爸一个，一大兜。啊、等等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洋葱是一点不缺水哈、啊。哎呀，一直水唧唧的，有水。哎呀，嗯，这么多哈、啊，好，上那里边去躲躲雨，这边有雨就把头发淋死了。往里边躲躲。一，哇哦！哇哦！我把花架。哇哦！哇哦！吓死了！哎呦！不害怕，啊，小心啊，爸爸，小心给爹爹有的。哎，哦，哦，用公用电话亭给我打电话了，说那个什么，他我说你在哪儿？告诉我他在他那个宿舍那附近那个地方。我说你怎么上午没来？他说，我说太晚了啊。他说。嗯，晚点是晚点，但是还想来。我说我在地里边啊。我说你来嘛。他说啊，我说你坐车来呀、啊，坐车来。
坐车来吧，我得领着伤口可能去收拾收拾这里。他坐车来个嘛也得一会儿时间，让他慢慢悠悠坐着车来吧，我就不去接他了。嘿呀，嘿呀，哎呀，嘿呀。这会儿这功夫没去那个什么地里边，那下雨下大了，这下雨滑滑下啊，大下雨了，嗯，下雨下大了啊，那我好看，你看那个地有那个大地，阿妹，阿妹啊，哥哥，下雨了哈，啊，过来的你怎么咋的？先把那个糯米给它剪剪，里边有垃圾，有那个什么那个麦秆儿啊，进来。学长妈呢？等等，你看呢？爸爸，你看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疼疼啊！看看脸，你看看这个脸，你看看黑眼圈这个脸，让爸爸弄的哈。哎呦，你过来，我问你，你原不原谅爸爸？原谅爸爸呀？下雨啦！你看哗哗下这个声音，你看，一会儿出去，一会儿就淋湿了。你说，一、二、三，把住了哈，手一定要把住，这个坐住了哈。下雨了。一、二、三，把住哈，可不能乱动。五。